根据逃离计划书指示，穿越过程中如触碰到火线上的警铃和地上的干扰物，将会触发警报器。连续10次触发警报器，将返回起点，重新开始。如果穿越成功，将获得最后2块电池。而且重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拿到电池的机会了。我们现在有6个人的一个 team， 6个人要穿越。所以说智颖的眼神是没问题的。你说什么？眼神吗？因为这个对于大黑牛来说完全就是没有东西。大黑牛现在都戴的是隐形花镜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的是吧？隐形花镜。大黑牛眼睛不好，今天多戴了2颗出来。你看我这智颖拔下来的，哦，下了，哦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这就是著名的睁眼瞎。我倒觉得他们两个很难过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体积太大，他们两个真的有点难。哎，江疏影可以，江疏影以前搞艺术体操的。对对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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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风，就是那个味道，有没有？那个味道。来，1、2、3，挑战！让小鹿通过，别踩到哦。别着急，小心，小心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小鹿还有风，一阵风一样的小鹿。其实这些绳子都不存在的，全是我们的幻觉。全是幻觉。你在哪里？那直直的往前走吧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低，这根马上我知低蹲，这根你马上蹲到。真的太胖了，真的。我知，你马上就碰到了这根。太宽了，肩膀，我知道，一个老花，一个胖，真的，花胖花胖的，蹲到最低，钻过去。哎呦，慢，后脚，小心脚。对，我们不能在里面等一分钟。对，先让他们过一会儿吧，帮我看着，帮我看着，过一会儿。小心。哎呀，没事，不要管他，当心，当心自己前面的，稳一点。小心你屁股，往右边一点，屁股太翘，对不起，我没碰到你屁股太翘啊，小心，小心，慢点，低头后背，我知道，后背，OK， 只用了2次 ，OK 的，慢点，脚，三次还好，谁呀？我知道谁，三次还好。稳一点。你要把头放在前面。这个浪费啊。没有，不是要从这边走吗？你要碰到。不要说话。对呀。输赢很棒啊。对。到你的 pose。这根绳子你一定要拿着。你9次了吗？我已经在这儿等你们了。输赢，这是什么 ？KO。这是什么 ？KO。这是线。靠，闪光。闪光。这里亮。啊，输赢是散光。那我投好了，继续。这样你们先走吧，6个人先走，只要6个人能过，完了两个人再过，完了最后一个过就没问题。我们加个油，来，耶耶耶！逃离二星球挑战 ，Go！头发，屁股。后面那个人要照顾前面那个人，要照顾前面的绳子。你就照顾前面，照顾你跟凯凯，然后你让他的屁股往下一点。不是，你不是屁股翘，你是这样叉着，你要把腿放平啊。我们 OK 吗
OK 啊，哦，这个你放心，这个交给我，这个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我觉得你们现在有点快啊，太草率了。那我怎么过去啊？脚过来，脚过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没事，一次一次，只有一次。OK。哎，快快，时间了，时间了。小心，这有一根，小心。加油。好 ，OK 吗？哎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趴着过，钻着钻着过，钻着过。对，这个可以。再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你头发。慢点，慢点，你先躺着，躺着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哇，好舒服这个地方。等一下，我这个姿势不舒服。哎，讲下面，上面。小心，你后上面头发，哎呀，上面头发，哎呀，弄头发，还有手啊，躺下，完全躺下。志颖，你现在你的头发梳的比你的屁股高啊。你只能亲着这个地板，然后一直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上来，完全不要上来。等一下，我觉得从这过很危险，要不要从这个？九哥，你应该通道。哎，不要指啊！不要指啊！真的，志颖，你退回来。我要给他指路啊！我应该走那边。你看这边有个空档，这不好过，要跨过去。这个好过，这个好过。苏颖，苏颖在搞什么？一定要小心那根绳子，苏颖。那个地方可以从下面爬过去，是啊，可以爬很远，没问题，只要仔细专注。小心，小心，你要背。小心上面，小心上面。啊！没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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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想。好，来，你们先往前走一点点。那边，那边。啊！那边，那边。啊！苏颖，不要讲话，就走就好了。好 ，OK， 下面 OK， 小心下面，小心下面。喂，喂，谁打喷嚏？都看前面那个人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都看前面那个人，都看前面那个人。慢点，慢点。都看前面那个人，前头发。小心屁股，小心屁股。这盘已经非常好，这盘已经非常好。小心头发，小心头发，小心脚，小心脚，小心屁股，小心屁股。OK， 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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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裁判，我觉得。是了，把那球给我弹开，慢慢的放到旁边去。哎哎，老李头，别动，慢慢的平躺下来，慢慢的平躺下来。等一下，我们时间快到了，快点加，还有三分钟。爬过去，爬过去，这样，哎呀，爬过去，这样，哎呀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好，一次，还有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觉得这个是对的，肯定是走。你不要，你不要再指，你不要再指，你不要再指，来，不要再想了，跟着我爬，直接爬，轻一下，这个走呗，爬一下，那往中间走，这边往中间走，这边往中间走，啊。小心，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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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过来一点，这边比较高。输赢，我的裤子，我的裤子要掉，我的裤子要掉，不要拽我裤子。那这是哪？输赢。OK， 小心脚，贴着，等一下。哇塞！OK， 好了，靠你们了。哇！耶！耶 ！Yes！ 等一下，重点还是他们呢。小心脚，小心脚，小心头。你们两个头低一点，头低，头低，头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对。帮他们看，帮他们看。他们这里应该可以过，这里。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路。小心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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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屁股。还有谁 ？Yes！小鹿，快点开始吧！啊！
今天是真正的红外线高手，真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厉害了。所以说，团队在一起没有什么不能破解的，相互帮忙，相互照顾。本来想说应该是不可能的这一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最终就是不能放弃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找到了两块，来两块，你来，太棒了，来，你看，这样好了，祖蓝一块，超哥一块，啊，我委屈一点，跟你们俩一对。没有，要不然我一块，输赢一块，我们俩集体抛弃他，对，然后把他断电。这样变得我们两一组，你们两一组，对，二二二二一。